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莱德队长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零件，就是我们的配件。我们还可以和我们的莱德队长来制作我们的彩泥玩具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彩泥，用我们的彩泥来制作我们的玩具人物。这边这是一个彩泥，趣味彩泥，绿色。现在用我们的绿色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绿色，这边是白色，制作我们的人物脸部，做一个人物脸。上面做上我们的头发，头发是黄色的。做成长的长条，现在把我们的彩泥放在你的头发上，这是我们的头发，制作成我们的头发。这是我们的头发，我们再用绿色制作我们的花朵花瓣，还有叶子。中间这里是我们的身体，
是我们制作好的这一款彩泥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